Hello， 大家，我今天要来拍美国大学的宿舍开箱影片啊。因为最近收到一些私讯，就有学弟妹问我说，他们是今年准备要来 UA 的新生，然后问我说环境大概怎么样啊，然后住学校宿舍感觉怎么样？跟校外比起来有没有比较方便啊，或是房价上有没有比较便宜啊？那环境设施等等的，那我今天就拍个影片，然后来告诉大家我平常生活的宿舍长怎么样子。Yeah，see you later。OK， 这个是老掉的正门，就是新生如果第一天来报道的话，都是从这个 front desk 这边进去。他们会看一下你之前的申请资料，然后就给你钥匙。对，然后第一天的话，他这边还会有一些动线指引，就告诉你说你的房间在哪里。然后 OK， 这边有一个老掉的地图，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双 L 型。我跟你保证，来的前三天一定会迷路。对，就这边的动线比较复杂，但是环境上还不错啊。这是 front desk， 这边有前台。如果你要寄包裹啊等等，取货都是在这边，还有一个营业时间。对，好。平常8点到8点，周末就12点才开。好，然后对我们这边需要刷卡进去。好，进来之后就会看到中庭，对，这边就有时候他们会在这边办活动、烤肉等等。对，你看那边还有烤肉架。然后这是北侧，那我住的是南侧一点，哦，不是说错了，这边是东侧，对，我是住西侧靠马路这边。再我看一下。然后这边有一个读书间，我来大家看一下，这边是一个休息室。就平常会有一些活动都会张贴在这边。读书。有一个交易空间，你可以在这边，讨论报告啊，做作业，或者你有跟同学约要在这边见面都可以。一个小小的健身房，对，比较简单。那个时候过年，是过年，圣诞连假的时候，健身房没开，我就来这边运动。哦，这边有厕所，然后有些人就不喜欢那个平常生水的，就会来这边。这边有饮水机跟冰块。哦，对，这边可以装水。这边还有一个音表机，这是学校的，基本上校内到处都有。对，就是刷学生证，然后可以用信用卡付款，对，蛮简单的。如果有需要影音的同学，就在交易厅里面。好，果然，哦，这边有一个。所有邮件的地方，对，我的房号。然后这是整栋宿舍唯一的电梯，对，我住的地方离电梯非常远，所以这电梯对我来说没有用。你看，沙漠到处都有仙人掌，嗨。好，又是一个休息空间。接下来这边就是，停脚踏车的地方，然后对，一样有烤炉，这些松鼠不知道怎么在这边很久。那个，好，这就是另外一条 L 型靠西侧的地方。OK， 然后这边有一个公共的洗衣间，但是我们是从来没有来过，对，因为根本就不需要。稍微看一下啦，哦，就有洗衣机、烘干机啊，但房间其实就有洗衣机，所以根本就用不到外面。好，接着，好，这边就是我的宿舍啦。其实我住的地方还不错啦，我刚好住在角落，所以角落就是等于说我在二楼，我楼上没有人啊。大家也知道美国的这个隔音很差，
所以其实有时候楼上有人的话，你很常听到那个乒乒乓乓的声音。对啊，我就刚好住在角落，所以就还不错，平常不会被楼上吵。为什么说宿舍很差呢？大家看一下，这是空心的，对他们没有实心的墙，全部都是空心的。好，接下来到我的宿舍啦，住231，接下来就带大家开箱一下。当然，欢迎光临寒舍。好，首先这就是客厅，对，大部分都有我的东西，我乱丢。好啊，我其实住4B，4B 就是四人房。啊，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卫浴，对，所以呢，首先这边两间就我室友的房间，对，然后再来是厨房 ，OK， 先带大家看一下厨房，就一个小客厅，然后厨房其实应有尽有啦，首先这边就洗碗机，对，其实美国人很爱用洗碗机，但我就比较少用，我还没有很习惯，我还是都自己手洗，然后水槽，美国人的水槽基本上都是这样，就是他们其实有一个是食物处理机，如果安装的话，但学校就没有装这个食物处理机、食物搅碎机啦，所以我们就两个水槽。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沙漠渗水。什么叫沙漠渗水呢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亚利桑那州的水质是著名的糟糕啊，所以像我们水龙头直出，基本上就是浊浊的水。整杯。水龙头直出宝矿力，对，就很浊，所以一定要滤芯，所以基本上一定都会买这个滤水壶。然后热水器，然后电锅是学姐送的，对，非常感恩。然后再来就厨房微波炉，对，就还算 OK， 应有尽有。当然这边是电磁炉，对，它没有明火。然后下面有烤箱，烤箱也蛮方便的，就以前不习惯用，但是就。美国之后就有什么就尽量用，然后这是室友的煮饭锅，然后冰箱的话就还行啊，就是四个人用一个冰箱就比较小，对，很常冷冻。好，对不起，被塞满了。好，那这是厨房的部分，再来就客厅。不对，听说这个沙发就是从来没有洗过，所以大家都不敢坐，就是拿来丢东西。好，带大家看一下阳台。对，我刚刚说，我住在靠马路，对，所以常常有这种机车啊、车子过去就会比较吵，尤其是晚上。但是还好啦，因为其实你住哪都一样吵，对，因为美国的房子的隔音就真的都是不太好。好，这阳台空间还蛮大的，你如果要在这边烤肉，或是弄个读书区、工作区也不错。OK。好，然后再来这边有一个我的储物柜，不是我的啦，大家的，只是都我拿来放。对，有我的火器，然后一些罐头、零食都放在这边。好，对不起，很乱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的房间。大家看一下，对，这边刚住进来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，对，就是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家具。有些要自己买，啊，学校付的就是这个床，对，只有床架，那个床垫我另外买的。然后这边有柜子，他付的。然后好，现在大家来看厕所。对，我刚才觉得，为什么厕所是木头地板呢？然后这样不是很容易潮湿或坏掉吗？后来发现，我错了，我住在沙漠，对，沙漠超级干，你基本上洗完澡的水马上就干了，你根本不用拖地。好，然后是我的琉璃台，还行啊。然后空气因为都蛮干燥的，所以不用特别说除湿什么，就是真的本来就很干。然后再来这个是更衣间，对，大家看一下，其实还 OK 啦，就是基本上衣服都用挂的，对，就都没有在折，因为他们就很习惯挂衣服。然后这些柜子啊什么，就是我跟其他学长姐买的，就二手的。好，然后这是我的工作区，就买两个萤幕，因为就 Mac 跟 Windows 系统，不太一样，所以还是两台都要用。然后有人问说这个灯需不需要啊？就有些你在外面租的房子是没有灯的啊，就
就是会比较暗啊。学校宿舍是有附灯，但是不够亮，所以我还是有在自己买一个灯具。这个 Target 买的很便宜，大概10块而已。好，然后买个吸尘器，然后是有我自己个人的阳台，就有一张床垫是原本给的，但我不喜欢，我就把它换掉了。然后个人阳台我也很少出去啊，就是丢一些杂物。然后对，我的脚踏车原本就停这里，大家没有听错，我的脚踏车停在这里，外面是马路，然后我住二楼，还是被偷。对，所以不要买脚踏车，拜托。你买脚踏车就是让小偷多赚一台。好，好，那大概刚刚带大家看完那个4B4B 的房间，就四人房。那我接下来大家去看两人房，就2B2B。两人房价钱稍微高一点点，大概是700到800块左右啊，但是就住起来品质比较舒服了。像刚刚我讲那个冰箱，就4个人 share 一个，2个人也是 share 同一台啊，一样大小的，所以就住起来比较舒服。而且因为我住2楼，2楼是比较旧的房型，3楼那个两人房的是比较新的房型，他们甚至客厅都还有那个地毯。对，然后就跟我同学借一间房间，那个2B2B 的，带大家看一下。录影中，嘿嘿，开箱。哎，我要开这个2B2B 的，因为我刚刚开完4B 的，说对啊，我们有2B2B 的，所以来看一下。那我刚刚说你们这个客厅有舒服的地毯，我拿到这个家具很多都是人家抖内的，就本来没有这么爽，就我们都收集起来的。然后还有床，然后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的啊。有啊，你们的厨房留一台比较高级啊。然后就冰箱，因为两个人分一台就好了，所以空间很大。哎，是不是有比冰箱干净啊？是不是有收过？对啊，好，看一下这边有一个，哪一个什么瓶子 ？Apple 的什么纪念品？去 Apple 上班才有哦。现在这边还没有人要去 Apple 当工程师。哎，我可以开这个吗？但是我里面有这样吗？没关系，好，就是刚刚说的洗衣间，对，洗衣机、烘衣机放在这边。好。哎，但你们就少一个那个储物柜，就我一个收泡面的柜子。对啊，但是够了啦，已经超大了。好，那一迪就看你的厕所。好，对，这是其中一间2B2B，是不是2B2B都是有一间厕所在外面啊？对啊，靠腰衣服没收紧。不会啊，不会，稍微看一下就好。反正这个看就是比我楼下高级。对，因为二楼那个房间就比较烂。好，然后好，那就我看一下你的房啊，看一下。对，然后他衣柜在这。好，因为我楼下都是那个啊木地板啊，楼上都是有这个地毯，那我稍微看一下。哇塞，这一定有整理过啊！喜欢弹钢琴的朋友可以跟可以购买一台钢琴。哇，你这个超屌的书桌，全部都是荧幕。然后厕所这边，这个就跟楼下我那间那个配置一样，然后就有一个自己的阳台。好，感恩。哦，那大致上拍完了，以上就是这次宿舍开箱的影片啊。那如果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，可以再问我，就我可以当你一个参考资料。对，那总结来说就没有说住外面还是住学校比较好啦，学校就有可能旁边有停车场可以停，然后可能比较安全吧，就是反正 front desk 那边24小时有问题，他那个 GIA 的电话都可以打。然后也紧邻学区啦，说学校中间有一个UAPD 的管辖的地带，反正就是有事你就打给学校警察。那当然也有坏处啦，就是你住这边的话就每次的那个可能要检查 security check， 或是说我有什么滤芯要更换什么什么的，就是反正就要照学校的一些规定。偶尔还有那个防灾警报测试，那住外面当然就没这个问题嘛，但你就要开车来学校。所以就看个人啊，我是觉得刚来的朋友应该可以先住学校一年，就适应一下环境。虽然稍微贵一点，但其实也蛮多方便的。哦，因为这边水电费都含在房租，你住外面还要自己去处理水电费的问题。对，然后好，基本上就这样，大家下次见啦，拜拜。Do you want
read about this or hear this, that you used to go up on Mulholland Drive and park every night and visualize seeing yourself as... Yeah, I would visualize...